还有另外一条是没有横向。右转之后走到底，再左转。对，直走差不多300公尺，你看左手边有一个小桥，那个桥进去你就看得到了。那个这叫 KTN 大军哦。那你在过头了，你那个桥之前有一个像公寮都摆很多脚踏车，那个地方就是左转，那个地方就是比较好。你有买到烟灰缸吗？还蛮好玩的，我们有买到烟灰缸吗？没有，那没有，你就直接。